这天气也太适合睡到自然醒了吧？明天放假，刚好可以睡到自然醒啊。只是你千万不要忘了把闹钟关掉，免得破坏你的好事。这太重要了，现在就关，马上关。既然明天休假，我们要不要去喝酒啊？我明天没有要睡到自然醒，就不陪你去喝了。那你就少喝一点嘛，不要喝醉就好了。走啦，这天气不去喝酒真的很可惜哎。下次啊。啊，走啦走啦，我知道这一家真的很不错，现在就带你去，走。那家真的很好吃，我带你去啦，真的很好吃。走啦，一起去啦，很好吃。哎呀妈呀！妈一副就是要来赌我的样子，肯定是来兴师问罪的。日理万机的赵大执行长 Rose 姐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会在这里呢？难道是来关心员工有没有好好加班吗？你明明知道我为什么过来。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如果不是来关心员工有没有好好加班，难道是要来请我吃宵夜的？哎，长官说要请吃宵夜，我们一定好好宵一顿，你说对不对啊？没关系啊，你们吃就好。对啊，长官请你吃宵夜，你应该不会拒绝吧？怎么回事？你看起来不太对劲。当然不对劲啊！我妈这个人为了保持身材，是从来不吃宵夜的。那现在这场宵夜是为了什么？还能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以假宵夜之名真功神我啊！哇！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，青春向前冲》。